2014年的时候呢，我可以更懂得惜福，更懂得享受生活，而且更好的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rie 黄思甜。那在2014年呢，我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就希望身边的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的，更加希望在2014年会有更多的电视作品可以就是呈现给大家，然后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演出，事事顺利，一帆风顺，耶、yeah!。像在新加坡跨年过，很多年前，我已经在工作场合 celebrate countdown 快20年了，大概是的。我喜欢每次跨年都跟不同的粉丝们见面，这样子，可能就是要讲我上一首歌嘛，跟章子怡合唱的那首《爱一点》，因为那首歌还有那部电影非常幸运，很多都是在新加坡拍的，所以今天可以在新加坡画下这个2013完美的句点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2013我真的跟新加坡很有缘分。当你活得更丰富，那你的音乐就会，你的作品就会更丰富。其实我已经做了差不多了，当然我很多 personal 的事情也花了一些时间了，那现在也告了一个段落了，所以谢谢。那也可以更多的时间在我的音乐上面，我知道很多的粉丝们等了很久，我也等了很久，其实我一直在做音乐，那在新的一年里大家就会听到我的新专辑。大家都问我说这些节日大家都会跟家人一起，但是我每一个节日，不管是中秋节啊、跨年啊、中国年啊，每一个节日，圣诞节都是在舞台上过的，但是这个已经变成我的 ritual， 我的传统了。对我来讲，我上去舞台上看到歌迷们， that's a way to do it for me， 这个是过节气氛。他也一起来了，所以这样子就是 best of both worlds， yeah。 Used to it？Is that a trick question? Thank you. Happy New Year. 让你更了解王力宏后，这时候要进入就是泡芙看板，来关注这个星期艺人们有哪些活动呢？